未了一位巴肚内有双生仔，有新妇女，伫要生的时阵，煞拄着下班交通上乱的时阵，伊的翁婿开车载着伊，紧急到未了分住所，请求帮忙。为着把握黄金时间，警方是开着巡逻车替因开路，伫十八分钟以内将妇女送到后背病院顺利行善。大巴肚的妇女羊水破气是非常的紧急，未了一个怀着双生仔的妇女，因为羊水提早一礼拜来破气。熊熊就要生啊！时间刷过来，拄上下班交通上乱的时阵，是乎伊的翁婿非常的紧张，开着车载着太太来到未了分住所头前寻求协助。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麦寮分住所，12月27日下午，警员李松汉在一张执行交等勤务监立制小客停在分住所前，一男子冲进分住所，告知原警。他太太怀双胞胎，原本预产期在下个礼拜，但现在子宫剧烈收缩，羊水破了，请求协助。警员看到状况，为把握黄金时间，是马上开着巡逻车拍开警鸣声，护送这对翁仔某，伫咧18分钟内紧急赶到后背的病院。民警立即开启警示灯，鸣放警鸣器。紧急开道送往埔尾洛社医院，并通报119救护车待命，顺利产下新生儿，母子平安。家属是非常感谢警方的帮忙，不过为此大社分局是来呼吁民众拄着紧急的救护状况，应该卡伊哩救。救护车顶头有专业的设备，消防员应提供及时的照护，以免耽误救援的时间。台西警察分局呼吁民众遇到类似紧急救护情况，可拨打119。因救护车上有专业救护设备，消防员能提供妥善照顾，以免耽误黄金救援时间。紧急的要行善，实在是让家属非常的紧张。好在有警方的帮助，双生仔是顺利来出事。记者王可山采访报道。